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在动 ？OK， 怎么都没有在动。看你的手机有没有 FB 有没有在直播呢？我的 iPad 都没有。
昨天才刚化疗第四次，手会发抖。抱歉啊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手不太稳啊，手会麻，脚会麻，头会晕。盖个印章。20号中国化学研究会开，就是要拜新春团拜，当理事要尽点心意啊。那么小张的话，盖小的印章就好了。尽量不要印章刚好在中间哦。哦，其实眼睛也是，视觉也是模糊的。上下左右中间用力，然后要起来的时候向下翘起来。印章的落款都是在左边。这里我特地找一个有一条线的，那对准线，两个印对章就是要隔一个印章的大小，再多一点点，上下左右中间用力，然后往自己这边翘起来，再来一个银手章，银手章就是在开头。来一个小小的，印尼最好是用美丽珠砂。不要用那种橘黄色的，
高美丽朱砂，暗红色。好，对好这个线，不要出去字的上面啊、嗯，就是求整体的美观。上下左右中间，让整个印泥刻，这个是印章白纹，扯起来啊，白纹，这叫做印章，那个名字是洋章，一个印章，嗯，好。作品还没有干，就是要垫 一本这样子软软的哈，不要光滑的，这让它自然干。那明天再继续，希望能画个三张。让大家摸彩，好。